抛冰都不可以带耶，这样我女朋友问我在哪里呢，但我没有接呢，不可以赌博、哦、这样如果我们这样讲呢，讲我放你一粒啦，这样可以赌吗？大便纸不可以带呀，看到吗？这样我要大便呢，用手挖。他是不给我们拍 video 的，我们只用手机，也不可以拍 video。Why no? You have toys. Yes, I know. You go. Let's go. 杯子怎么来的？我们现在来到了成田机场，也叫做成田空港，动不动就要去空港，因为去空港就要出国嘛。所以我们来到成田机场做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要从日本飞去卡塔尔，因为今年2022世界杯足球赛的主办国就是卡塔尔。所以你看我穿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是特地要去拍摄关于一些世界杯主题的内容。我们从这边飞过去要12个小时，所以我特地昨天晚上特地不要睡，这样上去飞机一睡，看眼睛就到了，像任意门这样。走，飞机要飞了，迟了你还在那边拍。几点了你懂吗？飞机要飞了，你看看、啊、你看飞了咯，你看看、啊、哎，卡丹通过谁呀？哎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听不到了，哎，走错方向了，是不是？看飞机飞了，世界飞了，快点是吧？我们还特地带了一粒今年的官方指定足球去，还要放风啊，不然不能上飞机，等下爆炸嘛。因为没有想到阿拉伯人还怕我们爆炸。我们现在上飞机了， Qatar Airline 全世界 top 3最好的 airline。Eco, no money. 开发键，开发键。Approximately 10 hours later. 耶，早安，我们现在到了多哈。那果然是土豪的生活，连天花板都是木材做的。这我们在网络上看哦，是不可以穿短袖的。男孩子也是，马上看到有人穿短袖。他这里的 signboard 主要是两种文字，就是英文跟阿拉伯字。阿拉伯字是主要，因为这是他们的国语。这种字对马来西亚人来讲呢，是既熟悉又陌生的，因为是我们看不懂，可是我们从小看到大。一来就是 World Cup 的内容，看到他们的主题曲。然后我们发现到我们走那个路线哦，人最多的地方是去 transfer，也就是说他们是来转机的。然后你看我们这里是直达多哈，我们整辆飞机从日本飞过来，满满的飞机。入境的是没有人的，这次我们四个人入境吧，怎么办？难道这个国家没有人来的？你还穿短袖，我们才四个人，你还穿短袖？看穿，你不拿钱我们要被抓了，快点！你要看到你短袖它硬啊！哦，这边是上机的，就很多人，很多人在逃离这个国家。你看，没有人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们刚刚过关的时候啊，非常没有礼貌，他们在那边躺住做工，躺住 job 这样，然后那个 passport 是用丢的。通常我们这样子哦，我们已经是 last bag， 这里就有人服务，把我们把 bag 拿下来，没有，也要在那边转。那紧的。他们在机场直接念经，我们马来西亚顶多是在住宅区，他们直接机场就来了。之前我在做裁判的时候，他们这样念，我们要坐在地上了。我们这样走路是好像不太对耶。我发现到这里很热，刚从机场出来哦，那个对比很大，而且它的是那种很闷的，害我要穿这样。现在我们要从机场去 hotel， 就跟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团队集合，要找我们的监制 Joko To 一起来开会讨论东西。脱一下外套，要脱了就马上冲过来抓我啊！你看啊，脱了来抓我，来脱了的奶奶，看到吗？奶奶露出手臂，你看了爽吗？青春的爸太快了，我送哦。欢迎我们到了香港，看到吗？香港。九龙看去香港就这样了。然后我们发现到他们的马路啊，现在很多在赶建那些那种观光客要看的东西。剩下两个月就世界杯，他还在盖，我觉得是来不及了。做工快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很多国旗耶，要骗游客的啦。可是没有马来西亚国旗，因为我们没有入围。替好来啦，替好来，下次好，下次 OK。哎，到 hotel 了，你看连 hotel 这里都还在修，整个城市都还在建，来不及的啦，剩两个月内来得及。那这位 driver 呢，是即将陪我们走一个多礼拜的行程，就是这位 driver。What's your name? My name is Ekman. Ekman, you from Pakistan? Yes, yes.我们现在来到 hotel 的顶楼，看到吗？证明这里的天气多么干，连游泳池都干，40多度哎，想要游一个泳都不可以。房间是6007，少女，各位少女，你们知道我房间号码了吗？哦耶耶，哦啦啦，不错，一个温暖的床。少女，你们知道了哦，少女，看到吗？看到哦。可以看到整个广场哎，也很有中东风情哎，你看建筑物全部灰灰黄黄这样，然后屋顶有人晒衣服。OK， 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工作了，出去。
我们现在呢去他们的观光景点参观，结果我们在路上看到沙尘暴，这种算是小型的沙尘暴，我之前看过大的是在新疆。这个东西你不要开玩笑，你只要窗开一点点洞，整个车里面都是沙，然后有些车会翻在路边的，它风是很大的。这个算是我第二次看过，希望赶快停了，不然我们这样一路驾会有危险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这里最重要的观光景点阿尔祖巴拉。Hello， 卡巴，安静，安静，你还安静呢？打哈兰哥。Hello， 安静，他摇尾巴代表这人对他很好。又要在哈兰打醒你。阿尔祖巴拉呢，它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，就是你们来到卡达一定要来打卡的地方。虽然它距离市区有点远了、啊，它是一个堡垒，听说以前被改成警察局了、啊。没想到我一来就来到第一重要的景点，这样我们可以回游。这里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水井，这里方圆百里都是沙漠，应该是以前的人他们不水就靠这里的水源。它现在已经开始没有水，从50年前开始慢慢没有水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就不会住人了。然后这个水哦是咸的，它水慢慢变咸了，应该是海水倒流进来，所以慢慢不适合饮用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这个卡达世界杯2022的足球比赛的场地。Al-Bayat Opening Ceremony 也会在这里。我们该要玩进来啊，要走一大堆，然后一直走错路，一直加加加，然后一路上有人在做东西，还没有做完这样。哎，我们现在来到了 Lusail Stadium。 Lusail 是第二个大场馆了，不过我觉得这个比较美的，很像一个碗这样，有没有？芒果恩曼他们规划的不错哦，可是我们还是一样看到一样的问题，它的整个芒果的周围啊全部是还没有做好的。我住他们两个月里面可以做完了，我觉得很难啊。它不是一点点一点点，它是整个卡达包括多哈市区都在装修，来不及了的。马来西亚很多外劳，要不要一点帮忙，我们 support 你啊，要不要？然后我看到一个很恐怖的东西，就是你看它这里是所有禁止我们做的事情，不要放火咯，它叫你不要放火，不要吸大麻，可以种啊，它的意思是可以种不可以吸啊，不可以赌博。这样如果我们这样讲呢，讲我放你一粒啦，这样可以赌吗？不可以放炸弹，这个哪里用我们讲的吗？他自己明白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不可以打锣鼓咯，棍棒可以嘛，棍棒不可以玩那个 scooter， 可是很远嘛，我们这样走要去小便来不及，怎么办？啊，不可以穿比基尼，有谁会穿比基尼来看球？哎呦 ，Brazil 就有，不可以穿防弹衣，所以他意思是他要顺，他就要你死。真的管到你连穿防弹衣都不可以，我真的不明白。连 power bank 都不可以带耶，像我女朋友问我在哪里呢，但我没有接呢。power bank 一定要带，不可以这样。大便纸不可以带啊，看到吗？不这样我要大便呢，用手挖。你要我用手挖是吗？孤立了的这里，我在想要怎样来。那上面写 no recording， 我们来做什么 ？run。无聊不听。我们第一餐哦，我们 order， 我没有想到他的饭一个人是这样大的，我们叫了四个，那我的原型像整个像盆一样冲凉，你知道吗？冲凉那个盆啊，这个啊八个人吃刚好，根本就吃不完，你看剩这样多，很浪费食物。我们要打电话叫人家来吃了。他们算不错，他们成绩不错，因为隔壁有两个 Bandarray。 饭呢这边的分量很大，一个 bowl 啊，我们这边四个人可以吃，可是隔壁那些假厉害的做职业，他们就一个人叫一个 bowl， 结果吃不完丢过来。我要平反，等下今天接你没念我，你等一下，南巴克鸡在这照片是这样的，可是它这个这样大 Burger， 幸好我没有叫，搞不好 Burger 这样大个。笑你爸。其实，在整个卡达，我们上网查，他们的人口里面哦，就外来人口占70%，自己国家的人呢占30%，你知道那个比例吗？所以你动不动就看到外国人走来走去，所以这边沟通是 OK 的，大家都会讲英文。看到吗？这里就是我们来到了罗马的竞技场啦。我们不叫了。啊，拍 MV 那个。对。你看这里的傍晚哦，就是那个云这样蒙蒙这样，然后有一点卡勒这样，然后人慢慢开始出来，有没有？到现在这么晚了，对不对？还是闷闷热热，我还在流汗。不过这个地方要想常住，我真的不明白。今天我们走了整天，马路上只有车吧，没有人。他们现在终于甘愿出来了，而且我看到有人放半粒，然后是白人，应该不会中抓了。Ice cream 来。一粒 ice cream 50块马币。Yeah, welcome to Happy Eye. Yeah, my cheek want to grip ice 加酱啊，他比打的加酱啊。这样吃真的很爽，很热。其实简单来讲哦，就是雷宾纳导致冰。Hello。我一走进这条街是冷的，然后可是它是 outdoor， 因为卡达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的地方，可是这里居然是冷的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然后后来我发现到一个秘密，就是这个地上这个黑板呢、啊、是冷气吹出来的。这个地下的这个全部是冷气，然后这条街叫 21 High Street， 就是全卡达最有钱的人会来的地方，所以它可以把整个天气都改变。啊，这些这是 Atus 人，三个 Atus 朋友让，不然搬八盖巴就一单，拉基八盖巴就不对。比如？啊，这比如咩？哎，比如。啊，ini memang kulit kulit pakai baju biru， tengok sana orang kaya punya party。好，mereka tengah beratur， orang kaya pun kena beratur
那都冬瓜粉，冬瓜干。哎，我发现到哦，这里吃东西哦，只有男孩子可以跟男孩子在一起吃饭。你看他们吃饭是没有女孩子可以坐着，然后马路上也很少女孩子。哎，你看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，就是充满了世界各国的国旗，然后是迎接世界杯了，看到吗 ？England 降半旗，英女皇。还有后面威尔士跟加拿大的，那个是 Australia。像如果纽西兰你是要，对，可是他没有入围、啊。我们也是可以降的，可是他没有入围吗？不是我不要。这里呢有一个钟，那这里它有它的时间 ，64 days, 23 hours and 51 minutes， 倒数世界杯的到来，所以到时候呢就会在这里一起 countdown 世界杯开始。黄明志，不要乱跑，每天乱跑，找不到人。你看安安这样，阿明啊，明，阿志啊，志。不要乱跑！我们在看 shot， 我们找你们很辛苦，懂吗？我们来看 shot。哇，你看这个船啊，我们包下别的船了、啊。我们有钱人啊，平时就是包船去玩，偶尔听一下 Despacito。那今天我们 day one company trip， 也不是 company trip， 然后现在蛮累的，我们现在回去 hotel。OK， 我们那个很贵的 hotel 要去躺一下，享受一下，我们就过有钱人的生活，没办法，来到这边就是土豪，冲凉睡觉。Hello, good morning。现在是卡达时间早上6点多，然后一早起来呢，就看到大家在赶工。其实他们是从昨天晚上做到现在，因为他们下午是停工的，是很特别，因为太热。那今天我们又继续去走走 ，Let's go。直接买来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呢，叫 West Bay， 它是一个在多哈对面的一个城市，它是完全是平地，然后在短时间里面急速盖起来的，就好像 The Sim 一样。它整个城市你对面看过来就好像香港这样，可是它全部是刚刚盖好的，甚至有差不多70% 以上是还没有盖完的，里面是没有人的。然后我们今天来这里就要看这个海岸，然后对面呢就是多哈的比较旧的地方，就是你看不到。你看什么啊？沙尘暴又来了，我现在感觉到我眼睛都是沙。然后这个海哦，里面都是水母，所以外国人要来游泳也不可以，你一进去就爽了。哦耶！他们的警察是骑骆驼的，而且那个骆驼在草地上很怪。你都开麦不会说话的。Yes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 Sowagif， 就是这里的一个巴沙马拉嘛，巴沙巴吉啊，是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观光景点，应该说起穷街了，这样明白了。OK， 走啊。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历史古迹，很旧，开始有点怀疑了，因为我来这几天，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，哪一个是假的，不知道是特地盖出来旧旧，还是它真的是旧旧。如果这么出名，应该它是真的旧旧。他们这里挖黄金，挖了就要装进去，所以他们卖很多铁箱，因为黄金不够放。然后这个是他们手工艺品，一个扇子，要这样扇的。那这个东西我怀疑是马来西亚还是泰国来的，因为这个国家基本上怎么会有藤呢？这沙漠长得出藤咩？来，请所有植物学家来给我讲一下。这里突然间有一个很深的隧道的，哦，印尼博拉塞巴不念，每个国家都有一个 I love， I love Qatar， 他的一度 FIFA World Cup official T-shirt， 印尼不敢 official， 印尼什么哪个都不阿德吗？印尼啊 ，Messi 啊 ，India 都 Thailand 不念。就是感觉没有什么人来这样，可是很干净。果然哦，我觉得穆斯林文化哦就是干净，他们的教育里面一定要干净卫生。这个图景很熟悉耶，每次看到那种就有了。你看他们的校服穿这样哎，尖尖的，这是他们的国旗。他们的校服穿这样很可爱，就可以买一点回去哦，可能骑马的时候穿。这样请问我什么时候会骑马？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帽子有在这里卖，应该找我代言吗？哦，我知道这个是鹿头的，就他们包那个头颈哦，这样给它弄上去。然后有尾巴的是比较 Atus 的，啊，一个紧箍咒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拿炸弹，哎，不是、啊。OK， 我们这里来到这里呢，整条街呢就是给人家来吃饭逛街的，哦，是很热闹的一个观光圣地啊。只是现在太阳很大，他们都不要出来，所以我们来第二天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是晚上才出来的。这是我们独包，我们包场，那个就是加藤鹰的金手指啊，他们做这个整个纪念碑呢，是为了纪念加藤鹰。你知道是拇指哦，拇指。要讲这样很累耶，根本就很像法国嘞。我觉得他们学法国嘞，就在路边那么多冰，偷袭下这样的日子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呀那，对，其实哦，回教也是有这个佛祖的。OK， 他们叫不知道念珠还是什么，反正他们也是有珠的。世界四大宗教其实有共同点的，蛮像的。Oh yeah, World Cup 2022, Welcome to Qatar, very very big.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华人餐厅，难得在多哈呢，这里居然有华人餐厅。我们在马路上好像多天我都没有看到华人，结果有华人餐厅。这里环境他不知道很不华人，除了音乐 ，Hokkien 挂，你看到吗？他的华人餐哦，还要写阿拉伯字的，看到吗？英文、阿拉伯字、华语。我们在这边第三天了，难得看到这些熟悉的菜单。可是哦，我不管怎样翻，我发现到一个问题，没有去年。所以呢，华人在这边哦，要找吃也是不可以卖猪肉的。
所以我以为这边可以吃一下叉烧饭 ，bad cook tea 没有，可能 cheap cook tea 有啦。哎，来我们的紫菜蛋花汤来了，看到吗？真的是久违，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了。所以啊，我以前是做餐厅，我手要放慢，我要公平的，不公平要一顿。公平的，一样少。没有，我说，你看你看你都不懂的。公平啊，不公平，先一碗。哎，你放好料。我拿一瓶，然后我们去餐馆，这样第二瓶你就不用来了。你看我们几可怜，来中东吃中餐，我是很好奇它味道，看有没有中东的那个味道。没有差别，不过这个东西哦，很难看出水准，因为太容易了。等下再看下一道。哦耶，我们的菜终于来了，看到吗？多么亲切的菜，这是咕噜蛹，可是是咕噜鸡，就是这个味道嘛。还有这个中国国菜韭菜，对了。一样，一模一样。这个、啊、最亲切的 ，Kangkong， 马来西亚国菜，家的味道，这个就是家的味道。麻婆豆腐，而且这边的那些中东人、啊，然后你跟他讲麻婆豆腐，他知道啊，代表这个很出名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这个味道嘛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全卡达最大的 shopping mall， 叫 Villaggio 还是 Villaggio？ 不过你讲它是全卡达最大的哦，不够马来西亚比，因为我们太大了，世界前十名有四名最大的都在马来西亚。它讲比，这里我觉得感觉有点像 IOI mall， 然后它里面听说很漂亮了，我们去看看。这整个 shopping mall 呢是由假的天空组成的，它弄成整个像 outdoor 这样，所以他们做成这样蓝天白云，营造一种假户外的感觉。Why no？Not allowed. Why not? Not allowed. We are tourists. Yes, I know. Well, we're tourists. We take photo, take video. Not allowed. 我们来到里面呢，他是不给我们拍 video 的，我们只用手机，也不可以拍 video。我是从来没有遇过这样耍黑的事情。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觉得这个行为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不可以拍 video？ 为什么 ？Go. Yeah, why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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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y?那这一趟呢，来到卡达，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来到中东。那是为了要拍摄我们一些 MV， 还有一些我们的专辑高清无码的一些内容。在食物方面呢，我是觉得 OK 的，因为他们自己是融合世界各国的口味嘛，然后有很多外来的人口，所以有很多外来的美食。所以你不喜欢吃这个，你还有别的东西可以选择。那天气方面呢，是我相当受不了的一个东西。虽然我来自热带的国家马来西亚，可是我们那边是热带雨林，会有下雨，会有风，是有时候还蛮凉爽的。可是这边呢，他们是属于燥热、干热、闷热，所以还蛮北大寒的。尤其早上到中午到下午都没有什么人在马路上，那必须要晚上，哎，慢慢人潮才会慢慢涌现。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呢，我发现到这个国家呢，他们有一点还没有 ready 要做好迎接世界杯的到来的感觉。无论是在交通啊，还有他们的那些建筑基本设施方面都还没有做好。我觉得他们这里生活有点战战兢兢，可能宗教比较严格。我甚至觉得他们有一些观念还没有 ready for 世界，因为世界就是大熔炉嘛，各种文化都可以进来这样。可是他们会比较坚持他们自己那一套，所以我相信呢，他们在办世界杯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踢到铁板。尤其是面对那些世界各国的人来的时候，因为大家习惯了就是比较自由的方式来生活、拍照、拍摄、拍影片。那也希望卡达的政府可以开放一点，不要太多无谓的限制，欢迎世界的到来，不要发生太多事情。最后祝卡达世界杯2022顺利举办，耶！拜拜 ，Goodbye 卡达。